讲错吗？我有讲错吗？我有讲错吗？在那边躲这些，在那边躲这些了，不要在那边大小声了，到台上去，到台上去，到台上去，这比数字了，到台上去了，这800多个人死的，就是死的不够多了。没有。你在讲什么啊？你在消费什么死者？你在消费什么死者啊？我没有跟其他的国家比较吗？你在消费什么死者啊？所有的一个，你们才是不尊重死者。你们才是不尊重死者。不实的指控是怎么会不实的指控呢？台湾死了800多个人，不是事实吗？多努力在做，是因为疫苗死的吗？什么跟疫苗有关？因为疫苗死的，是因为没有疫苗死吗？麦坎托，他不是因为没有超前部署死的吗？部长，不要给坐，坐坐坐，别没有讲的事情。那个因为今天在讲的事情，我也坐坐。我阿弟在当班长，就是阿弟坎托当坎托塞。那个是坎托，讲的是坎托。我们不能够忘记这800多条人命，这不是坎托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没有忘记了，我们都没有忘记了。但你要看看世界，看看台湾呐。部长，那个婴幼儿食品这个部分哈，这个部分是帮忙做罪人的法官，其实不过分啊。韩国也这样做，我们也做得到。